是，这个是拉伸我们颈项的拉伸颈项啦啊。OK， 有六个方向啊。第一，用两根手指罢了啊，站直啊，也是一样站直，然后你感觉你的头有顶这个东西就是很直啊，然后你拿两根手指放在耳朵上面，轻轻的拉下来。感觉到一点点的拉就可以了，停着二十秒 ，OK， 30 seconds， 二十秒，哦，轻轻的放下来。第二个方向也是一样的，二十秒，轻轻的，你的肩膀要松啊，不能这样吊着 ，OK， 松下来。所以刚才做那个肩膀的运动是很重要的。好了，就放下来。第三个动作，低头，一样啊，站直，肩膀很松，低头，两根手指放在耳朵上面，大概耳朵上面那个有一个角的地方啊，拉去这边。这个要拉伸这个斜方肌，大臀的肌肉了，这个方向，拉，给你感觉它整片，这里这个点上面三角的斜方肌，二十秒过后，给第四个方向一样，也是两根手指轻轻的拉着。二十秒，感受它的拉着，放松。第五个方向，抬头，轻轻的咬着牙齿啊，要打开嘴巴，这，然后看上这边那个脚，后面右边的脚，拉前面这边，这个肌肉二十秒。保持慢慢的呼吸啊，呼吸，你吸气要进肚子的，不是这样，下去我问题啊，吸进肚子，肩膀不要动，最好是这样。给第六个动作，咬着轻轻咬着你的牙齿，然后抬头，看上左上角。拉前面这边的肌肉，二十秒，然后呼吸。